知大家有冇諗到點樣去慶祝父親節？唔知點解咧，大家都會好好記得母親節嘅。但可能咧到咗父親節咧，大家係咪會可能大家會怕醜少少，又或者係啦？但不如今個父親節咧，大家都可以慶祝一下啦，同爹哋好好去咁樣傾下心事，一分鐘都好。知道一切，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。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多，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像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我俩，为今天背的拥抱。纯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再冷酷，想你这眼睫还有幸福可借。竟已给我怎会看不到，说说点你个色神再有难度，从来虚伪以待，何不给个拥抱，想我怎会相信这一套，多痛是我却不便让我知道，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，难离难舍想抱紧些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越是难放任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，难离难舍总有一些，纯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界与我为何似我知得你承受我的光起了雨，高中三年
己，当我开始学会阻挡你，并才发现你不知道见我也有再见爱我，你安静停下来，能不能告诉我痛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
上的人。唔知大家咧有冇想象過自己咧？爹哋媽咪後生嗰陣未生我哋之前係點樣？係點嘅樣？即係爹哋求婚嗰陣又係點樣嘅咧？有冇笑過八卦問下你媽咪咁樣？咁我都有少少嘅，有問過嘅。咁咧有幻想下當時佢哋後生嘅情節嘅，送俾大家一首歌《我的宣言》。是时候期待
就表演就到呢度啦。咁嚟緊咧，跟住落嚟六月其他日子嘅星期五咧，我都會喺呢度唱歌嘅。咁都係7:30啦。咁下次可以再翻嚟聽啦。介紹多一次，我叫做周子怡，出師隔離呢個吉他手係阿 K K 唱，可唔可以俾啲掌聲佢？好，咁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